席呢就出现了安打，他现在两好球两坏球了。这球 inside out， 这球 inside out， 打在右半边的角落，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是安打，而且两名跑者都可以回来得分。国辰通过阿磊继续往三垒区，一直杀到。这一季的打击率目前是1.25。三垒漏了一下，再抓再传，背呼。三垒的杜佳明面对正面过来的强袭球，一次挡得不够干净，就没有机会抓到小跑车了。打得强劲啊！我想法上啊，就是要用身体把它挡住，但是弹得有点远啊。小跑车的速度真的很快。正面球，所以记录组给判的是手背的手。这球打得很好，那在落地之后往三垒去，球开始回传，那已经是看到了 stop sign 停下来了。但因为球是传三垒哦，所以柏林也利用趁传球呢进站到二垒。掌握住一个比较偏高的狮头球，哇，这很甜啊，好打的位置，柏林的长打就发挥了。这个位置两出局的情况下，叶子廷的脚程，我第一打席呢就出现了安打，他现在两好球两坏球了。这球 inside out， 这球 inside out， 打在右半边的角落，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是安打，而且两名跑者都可以回来得分。国辰通过阿磊继续往三垒区，一直杀到，哇，三垒安打。蓝英伦的想法呢是想要在落地之前去拼一个接球啊，但是因为没有拼到，他就比较需要花多的时间去追球了。因为羊角很高啊，所以蓝英伦想要拼直接接杀哦。哇，这是切到的三垒安打，落点太巧妙了。因为是两出局的打击了，对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悬念，就是跑就是，就是一直往前冲。对，关键就是范国成的跑垒啊，一开始速度就有上来。